我们要来学数学。在还没有开学之前，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数字。准备好了吗？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十一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二，十三，十三，十四，十四，十五，十五，十六，十六，十七，十七。好来，小朋友，今天我们要学数字十八，我们一起数数看有多少只乌龟。准备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十八只乌龟。十八等于十加八。来，我们来学写十八。先写一，再写八，十八。好来，小朋友，现在我们要圈出各组里不同的数字，再把答案和正确的组合连起来。首先我们先看红色的格子里面，我们看它的数字，十三、十八、十三、十三，请问哪一个数字是不一样的呢？十八，我们就把十八圈起来。好来，现在我们看看有十八只小鸟呢，还是有十八只小兔子。手比一，我们先数小鸟哦。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哦哦，没有十八，所以我们不能连起来。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十八只小兔子呢？手比一，开始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十八，所以我们把它连起来。现在我们来看看绿色格子的数字，十五、十五、十五、十六、十六，所以十六是不一样的数字，我们把它圈起来。好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十六只小鸟。手比一，我们一起来数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六，我们连起来。哇哦，小朋友，你们越来越厉害了！现在我们要学多一个新的数字，我们一起来数数看是什么数字哦。我们一起看看有几朵小花。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
十八、十九。十九，十九等于十加九。我们先写一。再写九，十九，好了吗？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多少只瓢虫和毛虫。我们数一数，再把对的数字写在格子里面。然后再圈出比较大的数字。现在我们先数瓢虫，手比一，我们一起来数哦。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。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十九，我们写数字十九。好了吗？现在我们一起来数数看有几只毛虫，开始咯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一，我们写十一哦。十一，小朋友，你们觉得十九还是十一比较大呢？十九。所以我们把比较大的数字圈起来，我们把十九圈起来。好了吗？小朋友，这个是我们今天学的最后一个数字，数字二十。手比一，我们一起来数数看有几只小蜜蜂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二十只小蜜蜂，二十等于十加十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学写二十。二零二十，好了吗？现在我们来看看数字二十。然后呢，我们圈出正确数量的叶子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左边的叶子，我们来数一数。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二十对吗？它要二十，这里有二十片叶子，所以它是对的。我们把它圈起来。小朋友，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右边有没有二十片叶子，我们来数哦。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
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。哦哦，它只有十八片叶子，所以呢，我们不可以把它圈起来。小朋友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你们在家要自己复习哦，拜。